前置作业的部分，水不用放太满，我下去就满了。胖姐来，先下去示范一下这个泳池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要爆了吗？志远，请往上坐。好，谢谢。我们首先要先刷干净我们泳池，多感人啊！这些阿姨、叔叔、舅舅们，哎，你的工作看起来很轻松，我可以跟你交换吗？这里面都是晒吗？请问一下，哦，你们兄妹情深哦。哎，这个已经比屋顶还要高嘞，这个泳池，还是里面就在后面这样撑着，然后让小孩溜下来。好恐怖啊！滑梯下喽，竖膝哦，哎呦，竖膝嘎，竖膝嘎，会不会缺氧？我们要打气筒哎，其实啊，凤梨男来了，来哦，我们的婴儿要试穿这一套哦 ，combo 哦，婴儿而已呢，买了那把，小溪转过来，跳圈圈喽，我们还要准备大雨伞，哇，好爽来啊！好恐怖啊、哦！他的肚子，这里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小屁股，肚子是整个凸出来，是孕妇吗？妹妹，我们怕会晒黑，我们只好进去换装。换装换装，这个泳池很用心哎，它这边还会滴水哎，他是整个人陷进去吗？有人要救你吗？小妹，不要再偷大便在泳池哦！啊，小力一点，菲菲。今天在旁边漂亮就好了，旁边有另外一个泳池要开始哦。大家敲碗的开箱好像不用1000块哎，直接开箱。来，哥哥，吹的都快。自卑，还要打气。二哥说他又要用吹的，今天1分钟吹完。待会我好紧，因为我屁股好紧。少爷这边用灌风的，可以帮我吹。然后这边在用吹的，哎呦，我看，也太可爱了吧！两只猴子。啊，就你啊，在金鱼里面。我被金鱼咬了。被金鱼咬了，会痛吗？我爱自己被金鱼咬了。啊，你要保护好西西哦。那你还在忙碌的用一个新的泳池，是在吹气吗？好了，不用那么拼命吧。觉得他会昏倒在这里耶，到太阳底下的。啊，这边这个是没有乘凉啊。好鼻酸啊。当哥哥不容易啊。我们的大来宾哦，欢迎黄老师。穿比基尼入场哦，这样子不行哦，安尼袂使哦。第一位选手溜滑梯，都溜下来，好了没？啊！啊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王美区，小心哦。啊，这个没有那么滑，用走下来的厉害哦。来下一位，来再下一位，依依姐姐。快热昏了吗？你的项链有点美。你为什么自己在那边拿水管玩水？好开心啊，小溪！哎，这跟金鱼长得一模一样哎。这个鳄鱼在攻击人了。谁的屁股被攻击了？妈妈，你看你的头上也有水了。黑的是什么？里面有水的哦，帅哦。对，这样就很帅了。妹妹，手手这样。他的脚都有合理吗？ Oh my god，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来笑，嘟嘴。哦，蛋糕下午茶来了，太好笑了吧？今天妈妈很收敛哎，要不要穿比基尼啊？现在是准备大人的游戏来了，工作人员。黑白脆，黑白脆，轮轮配，黑白脆，轮轮配。
成功，成功。不要跟郑成功老师。等一下，你再跟我玩这一套，完全是在欺负你耶。对啊，那不行啊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预备，开始。黑白配。常常一个老师被这样用是为什么？小朋友要挑战爸爸，请上战场。剪刀石头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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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非常紧路，吕凤梨，你叫什么啦？妈妈，你在玩水枪哦。你看你的鳄鱼，你喷水。问地方爸爸是在晒日光浴吗？现在是在夏威夷吗？我的树倒了。欢迎佩轩。你少来，你化了妆了，想来好不好？我要妆粉，好吗？我们来看他们两个怎么吵架。打架。加卸妆油。过分了吧？我化很久哎。可你们两个明明就长得像双胞胎。好玩吗？大家都现在都是躲在里面玩的。不要。老师在欺负小孩。什么意思？自己在这边约会。熊猫来了。哎、欸，熊猫送蛋糕，蛋糕在他的手上有多小？生日快乐歌唱下去。耶！生日快乐！18岁生日快乐！45岁生日快乐！又是50岁，老姐姐终于出现了，快点快点！好，大家可以继续玩哦，任务完成。要吃蛋糕去吃蛋糕，去高雄去高雄哦。那今天 C 豆的头发很漂亮啊。你要去哪里？要去饭店玩了。我们胖姐说这个板子不够她遮啊，这是你本人的问题吧？我们现在是家族的对战。轩轩今天是要穿白色，他是想红。我们这个水桶里面有加一点卸妆油。我是关主，就是如果赢的人没有泼到对方，我就会泼赢的人。哎呦，好紧张！王老师对上我弟，没有没有。准备报复。好累啊。两个自家人在自相残杀。佩轩已经连赢两局哦。哎，他整个人很会挡哎。他真的改天不会来我们家。太过分，那个哪里我超远。黄老师再次对上二哥。旁边的关主一直在预备。请了专业的披萨老师，黄老师今天要教画图吗？没有，我要画这个。大家要乖乖听话哦，来滚披萨喽！是要放安眠药吗，爸爸？可以放2颗安眠药吗？老师要准备安眠药吗？我要准备这一支。你要给老师直接敲温。我想请问老师一下，他们可以做的部分是在这里观看吗？我们家有那个很大的搅拌机需要吗？不要，很重吗？手不会粘，手光，还有什么面盆光，还有什么？等一下这个也要很光，三光哦。等一下考试哦，哪三光哦？掌根在哪里？这里。一
掌根在哪里？用掌根的力量，身体去推它。这次用用看，用掌根很厉害哦。然后推它。对，用身体的力气来推出来。那、啊、这边姐妹在合作哦。好，那如果差不多的，先让它睡觉，等一下会变大哦。哇，一在搅拌哦，厉害哦。好，下一位。来哦，搅拌的模样哦，他这只脚，对，一起。好，轮流轮流。好，大家一起揉面团。哦，很厉害哦，很会揉哦。妈妈，你会揉吗？我们老师换人哦。好，那我们盖起来吧。哪一个是？这个是谁的？那我的。这是小策的，那这个是依依的，对不对？再见喽，黄老师一家要逃走了，很怕再被我们泼水。老师都备好了耶，太棒了吧！很会加哦，哦，很会涂哦。哥哥，你在帮妹妹用哦。在一起，我们起司来喽，可以撒起司喽，也太丰盛了吧！这里的料，这是自己在做自己的披萨哦，还要放进烤箱了，很厉害哦。小孩桌的部分，要不要就做一个？然后大人默默在那边给我敲一桌打起来哦。哇，一的好多啊，出炉了，阿西，你的披萨来喽！哇，看一下。谢谢披萨老师哦，看这里下一个，耶耶，试试一下，哦，好烫好烫，我吃了这个有鱼排的，有火腿、热狗的、玉米，超好吃的，小策厨师做的哦，大家人人有份，哦，看起来就，请吃请吃，哎，很好吃呢，我刚吃几袋，来几袋几袋哦，这个我们食量比较大，可以再吃一片。棉花糖会不会太多了？甜的出炉了，花生棉花糖披萨。桌游时间，猜猜我是谁？是有戴帽子的吗？好好玩哦！有戴帽子戴起来。有绑头发的吗？有。没有绑头发的盖起来。没有。哇，戴好多帽子哎！没有。中了。终于到了晚餐时间，小孩这边呢、啊，麦当劳随便吃。哦，你们两个在这里干嘛？在里面野餐。你们在里面野餐？对。太好笑了吧？好啊，现在每个人吃到，整个火都上来了啊！要生气哦！全部都给我叫大辣，每个都红嘴吃，大家都不聊天了，因为太辣了。那谁先排出那个甜点？我很紧张，很紧张哦。非常的认真，一个比一个认真哦，哎呦，太认真了吧！快点帮妈妈加油！一个，哎呦有呢，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二三一二，男生碗都没带，在开玩笑，没有人敢第一个下去，因为手会断掉，很可怕。现在是大人的心脏病。要让小孩知道什么才是叫做真正的心脏病，我们一定会把对方的手打烂的那种，好紧张哦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哎，再一次！你要怎样？来哦，
地板，因为他要选择用台式打脚底板，他不要被踩。你会吗？不会吗？跟大家拜拜。